白梅村位于鹤上镇东南部，居流峰东南，北倚卧牛山，峰顶村西接东平村、大厝村，东皮山边首雨村，南面东海，与湖景相邻。白梅村旧属昌化乡贤歌里十四都三图，民国初属二区沙津，后属一区鹤上，解放初属鹤上区。1958年人民公社化施改鹤上公社，白梅为大队。1984年撤社改乡，1990年乡改镇，今属鹤上镇。白梅村委会辖长坊里、下底荡、紫葵荡、沟东塘三坊里、七斗、大王荡、白鹿、下沟东、大义、池头荡、咸水塘、竹树荡、新厝、景门仔等自然村。其地平旷，河港交错如脉，村落新如齐步，俗称流山三十六墩，又号小梁山。沃野辽阔，水源丰沛，美池垂柳，阡陌交通，是天然米粮川。平川突兀奇岩，九狮雄踞圣冢，实乃得天独厚之风水宝地也。地因灵秀所中，朔雁鸣流间出。解放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，国光未起，顺日摇天，经济发展，名气昭苏，村容村貌惊天大变，人民生活步入小康。而今全村水泥坦道如网，泥淖坑洼羊肠小道的陈年旧迹无影。新建白梅村礼堂宽敞堂皇，是村民娱乐活动的好场所。楼房质比鳞次，精彩纷呈，白梅市场贸易繁荣，摩肩接踵，针织厂、机砖厂、粮食加工厂，改变了昔日单一的农村经济，代之而起的是午夜兴旺、富庶进步的新村居。1982年，在下底园下新建了教学楼。1988年新建成的流峰中学亦坐落在村内。1997年又建了小学园丁楼，为培养下一代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。如今全村大学生、留学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层出不穷，令人欣喜。今天的白梅村繁荣富足，环境优美，白梅人凭借勤劳简朴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有的就地创业，有的外出发展，甚至远涉重洋，在异国他乡拼搏。他们爱国爱乡，达则兼济天下，全村公益事业都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赤诚之心。建学校、盖礼堂、修桥筑路，改变了村容村貌。白梅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，喜欢小蒋的作品点赞关注一下。